听说过有一个山峰叫宜。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真挺不容易的，咱俩从认识到现在时间不长也不短，我确实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好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们之间有很多你应该能记得的小美好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承认确实有时候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。你的存在告诉我，很多时候我挺有安全感的。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在我身边，我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为你，然后慢慢的，全都让所有人，不能说让所有人满意吧，起码我能让我自己对得起良心，慢慢的。好，时间到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的：“你在我身边，我很有安全感。”换言就是说，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，男生发现了一个很质朴的、很单纯的一个女生，她能给他安全感。但是你何必欺辱这种善良呢？这个女生想挑战一下爱情的极限运动吗？我们看一看，请开门。